应该每天吧，就是我忘记那天要做什么事了。啊，下午我该去开会，啊，我没有到，他就打二三十通电话来，就问我怎么还没到啊，怎么还没到啊，很急着要下班那种感觉。我在开车，我快到了，你再等一下，会死吗？是还差老板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喂，老板，您在哪？你要干嘛？我在开车啦，就快到了，等一下。是，再见。打电话给老板，结果被老板电了。猪头说什么？他说他在开车。老板啊，怎样啦？那个，哦，冲傻了，一直打。您大概在哪里？啊，像灾啦！啊，我就快到就对了，你一直打干嘛啦？就还你就菜啦！啊，我不知道他从国父纪念馆到市政府要2小时啊！靠腰嘞，他的下场让我蛮意外的。是真的没有想到他真的会这么快就被 K，衰到谷底，然后背黑锅这么凄凉这个样子。再等我一下下啊，我2、3个小时就到咯。啊，你可以先去帮客户捶捶背啊。马克，你真的很认份哦，老板真的会帮你 promo 哦。员工也是人啊，每句话要好好说。老板，开口说爱，让爱远传。